泡泡声是表示声，是幸福乐章的前奏。咱过去经过偌济风风火火，床底口舌，拢会伫这泡泡声当中化成喜悦。你是对新人对未来环境，也为这泡泡声开始。泡泡声也代表每一对父母对家己的查某囝找着归宿，佮有幸福的心声。 是要特别感谢苏来啦，伫我家，我伫是上风疼惜的细汉查某囝，伫头妈妈，还佮有三个姐姐，伫为我操。之前我看我大姐、二姐，还佮有三姐结婚的时阵，我拢感觉足轻松的。啊，不过今日我听到这炮仔声，我才知影，这代表是一份责任。 就要勇敢去承担，坚强守护，我甲对面的感情，才会开。多谢你爱，多谢你对我的付出，我感觉过去我所受的伤，拢是有价值的。我。
家是哦。难道是姊妹啊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感情的经过，二姐真足欢喜，你起码当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炮仔声，就代表恁两个幸福的旅程已经开始啊。David， 你听好好听小阮小妹，一世人都爱家牵条条，好好爱伊，知影无？这你绝对免烦恼。一世人，我甲咱爱家小姐，伊辛苦，甲目屎，甲咱老爷子。那咱今麦来请新娘继续丢捧花哦。准备好没？准备好了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！你来哦，时间拄拄好，我拢帮你准备好了哦。你目睭是安怎啊？敢是去晕着煞？来，我看觅咧。敢有较好？有啦，就是啊。嗯，这也无啥，有啥好说就是啊。是讲哦，若是照较早请你食迄鸡蛋饼算起来，换做你是，你可能哦爱请我哦，把这店里所有好食的饼啊拢食过一遍。嘉文，我感觉哦，这地上好食，不是你能试看卖。小姐，歹势哦，先留一下好无？阮新来的呢。啊，不是拢同款。无同呐，我就是要爱一地人。是我的。拜托嘞，甲较早一点仔拢无变嘞。较早啊，请你食鸡蛋饼的时阵，你就爱听讲哈紧哈紧，讲话要紧一支上大支，安尼食起来上会好。啊，今嘛连一块奶油酥饼都要共抢。啊，你请我食鸡蛋饼，我当然嘛要拣一支上特别的啊。啊，今嘛我要请你食奶油酥饼，我当然嘛要拣一块上好食的请你食。好，你放心，等下我一定用心哦，好好品尝你特别手来的奶油酥饼。好，那你用心来付钱哦。嘉文，这块奶油酥饼对我来讲意义就深的。你嘛知影，细汉时阵我跟阮妈生活毋是过得真好，也是因为安尼，我变得最爱食甜的物件。因为我总是认为甜会通扛过苦，嘛因为安尼去影响到我的个性，我变得最毋捌代志。我认为只要得到好处，生活一定当变得愈来愈好。所以拢袂记我妈所讲的“辛苦有甜，富贵万年”的意思。这块饼虽然外表看起来足朴实的，但不过伊内底每一层的滋味拢无同款。尤其咧食到最后一层的时阵，你才通食到伊内底上界旁边的奶油。这亲像人生，总是要经过一层搁一层的考验，你才我都知影。幸福的滋味是啥？嘛，因为我想到我妈所讲的，辛苦有甜，富贵万年。这块饼去，你讲到安尼，我等袂赴哦，要试看卖什么款的滋味啊？
哪里就紧食一嘴，我讲是你爱迄种滋味。我人生中上解甜蜜的滋味，就是你，吴佳慧。所以我甲我特别讲，我若是阁有机会通徛伫你面头前，我的后半世人绝对无可能甲你的手放开。佳慧。刚刚完了，我是该机会。我过去的我，一直为着要追求名利，因为我认为，只要让你跟我妈上好享受，这就是友好，就是爱，所以我才会越行越偏，害恁伤心。阿妈害死我都记，也毋过即摆天公伯啊，给我第二届机会，给我重新活一届，我相信，伊就是要给我机会，当去反省我过去所做的错误，会当给我机会，好好去保护我这世人上该珍贵。所以我一定好好把握。哎，我今晚唔知要安怎回答你，你给我一点时间想看麦。我知我过去对你所造成的伤害，无可能存过最无恨。我愿意等，不管你要我等多久，除非你赶我走，那无我一世人拢守护伫你身躯边，都会忘记。